大家好，我是威霆。首先恭喜苏利扬两局直落战胜廖卓甫，晋级十六强。首局开局，苏利扬打了一波5-0后，以11-5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苏利扬接着打了一波10-0，也是1-11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，苏利扬趁胜之际再打了一波11-3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苏利扬更是直接打了一波10-2，以21-5拿下比赛。